8月2号晚开始，东部战区陆续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在台岛北部、西南、东南海空域进行联合海空演训，将在台湾海峡进行远程火力实弹射击，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这次联合军事行动是针对美和台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危险举动所采取的必要举措。战区组织多军兵种部队成体系全要素展开进行联合风控、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多科目针对性演练和精导武器的实弹射击，全面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做好应对一切危机事态的准备。我们正告那些心怀不轨的串台人员和台独分子，东部战区部队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反击一切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